他给我道歉了，我好好玩。他也不给我道歉，他们四个人如果能赢，那他就赢。今天我就跟他打野了，我就抢他野了，我指定抢他怪。那别让我买单呢，好好玩。那行吧，小炮说了一句好好玩，那我们好好玩吧，咱不能太倔啊。有人既然劝我们了，他说的确实没毛病，不能让他买单，知道吧。他说的是没毛病，咱讲道理。咱们不说，不能说是不讲道理，你知道吧？点点点点炎，点闪现，点可以换。你这加血摁慢了，加血摁快点好。没关系 ，ADC 换辅助，他家是辅助换辅助，我们家是 ADC 换辅助，我们家赚了。那不是让剑圣恶心到你了，那你不能让你队友难受啊，对不对？咱他恶心归恶心，那要队友也不劝我，我说实话今天指定没完。队友是劝我了，那还是算了。点点往后点，点点字码，点点点点点点点字码，点点点，我操！哎呀，这波没有视野呀，这边扫一手视野呀，我的好兄弟呀，要是有个眼儿就好了。这还不如去抢你，抢什么你？着什么急呢？无非就是打输一波又能有什么的呢？咋的？你这不亏死了吗？你耗光血，我不吃你钱吗？推线。主 Q 啊，哎呦我操，来人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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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左边来人了，据我的推断应该是来人了。别着急啊，我先回趟家。我们俩这个阵容杀晚豪其实是可以的。你俩真杀呀，兜兜回血来，小驴人也没来啊，这莽，要打我，你点得过我啊？你点得过我？
点得过我？你干嘛呢？你跟谁点呢？小破 ADC 跟我积木对点啊，跟我积木对点，跟我跑，进符啊，进符跟我跑，进符，你看你傻了吧唧的，你像个傻子似的，你小傻瓜，还亮牌呢，就这样，就这还要打小孩呢，我的天！要想下路打得过，还得出点小攻速，啊！这吉姆如果光出这个蓝莲汉的苦楚，其实没啥太大用，我觉得不厉害，带不动，带不动的剑圣。哎呦，我兄弟，你家一耗的，兜。哎呀，摁错了，把药给磕了。哎呦，他的目标是小炮啊！走，他俩有闪。婉豪可有闪现啊！你是不是有加血？哎，这来月塔怎么办啊？我跟你说，闪现把你爆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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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防塔击杀，操！可恶啊！居然是防御塔击杀！哎个屁呀！他最后一发我就死了，我这么点血我还 A 的，我这么点血我 A 他干嘛？我死了！这可不能 A 呀、哦！这可不能，来个攻速海吧！有经验还可以啊，确实有经验。哟，完了！哎，这个小兵都能给我一着，哎，真是奇了个怪呀、啊！真的，这个小兵刚才能给我晕住，我实在是没想到啊！那个小兵直着走的。婉豪在下面，小兵在他头顶上，我在前面，两个人把我给晕住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晕的。干啥呢，婉豪？啊，这婉豪。我得笑一笑啊，四毛死了，四毛
哎呦，小绿人可狠呐！小绿人从哪来的呢？走，我得笑一笑啊！干哈呀？兜兜啊，兜！放个雷，兜兜，来呀！刷 ADC， 我操！这咋上啊，小胖？我跟你说，你跟他上你就上当，看见没？我一寻思就得上当。哎哎哎，哎快跑！兜兜兜，哎呦操，可太吓人了，妈的，这是恐怖游戏呀、啊、这螳螂过来夸一个划了我就死了，还行，别往左边站，应该死了，好像能死吗？哎，这伤害有点低呀、啊、这都没死掉啊，715虚区确实有点低呀、啊、主 Q 的话这雷虚区有点低，我先能给他换了呢。放个雷，我们得放点防守雷了，这不放点防守雷肯定是不行了。吓人啊、哦！吓人，吓人，真吓人呐、啊！这螳螂，哎呦我这螳螂可老吓人了！螳螂两刀，我人就没了，还骚呢！啊！这大招啥意思啊？那旁边有人儿，你大的干啥呀？上去找一找这 ADC， 走。撇个雷。我操！好痛！715，谢谢。从此我孤独一人，孤单一人啊！感谢孤单一人。你说这辅助积木出点啥能血多一点？这太脆了，1100滴血，我天，谁见谁打，1100滴血，
嘟嘟嘟嘟嘟嘟，你说你连个狮子狗你都打不过，兜兜兜，不掉血呀？掉点血吧，可啊，使劲儿啊！往这儿插个眼。谁乱配进了？小驴人乱配进了，那够呛的这把。哎呦我！哦，我以为给我助攻了呢，还没给呀。发啥问号啊？咱俩账还没算呢，你给我发啥问号啊？回家，小炮，你想吃鱼儿了？回家来个仪式的章节。要红防止你送啊，我肯定得要红啊，那红帽不要的话你不给送了吗？哪来个碗啊，我操，把他杀了吧，我就不闪了，我在迁坟了。我也别送，反正我送的没剑圣多，我也不知道这野咋打的，我打个破积木辅助我还5-6、5-6-4呢，人家打个剑圣3-7-5可以杀。这也不可以杀呀，这螳螂学的隐身呢，给你甩个致盲吧。兜哈哈哈兜，哎呦哎呦哎呦啊，碗猴，哎呦我碗猴，哎呦哎呦啊，有没有人呢、啊、那家里头怎么回事儿，遭殃了是不是，那都进基地里来了，没人管了是不是，
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呦我弗耶格好像无敌了，大大，漂亮！哎呦我弗耶格！我跟弗耶格真猛。你和马云真有钱。这狮子狗不反跳一波啊，我到了啊，往这边走来。哎呦我弗耶格，漂亮弗耶格。咱们给这野区他种点雷。有雷，快跑！走走！哎呦我操，破败了！这晚豪伤装备是有点好啊，这晚豪，你这晚豪怎么两件套了呢？我打不打不的，我让他贴着我也死了，他出的炼金罐死死吧，死咱也没办法。打个眼儿，兜儿，多少移速啊？这要我说别追了，拉倒吧，这追的没啥意义。哎呦啊，完了，第一幕死了，大大漂亮，上狮子狗。打大龙了，怎么不玩猴子？辅助了玩啥猴子啊？那辅助位玩什么猴子呢？有怎么玩猴子？我上来我要玩潘森，哎呀，算了，我不跟你讲了，我跟你讲累。累了，毁灭吧。把这晚豪给他杀了，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对面拿龙魂，投了得了！要我说，我看见这剑圣都烦。
哎呦我这螳螂，哎呦这螳螂，哎呦我这螳螂，我把螳螂杀了。天，剑圣也是这么想的，剑圣想啥呀？说话吧也就不会好好说，我说一句你说两句，自己都明知道那剑圣是个傻逼，就硬给他，哎，硬给他说话。咋的？哎呀哎呀呀呀，死的有点快呀。剑圣就典型就属于啥呢，自己呢玩的也不太行，然后还不让别人玩，话呢也不说啊，我们家所有人都在说这个剑圣，然后他开始哎骂我们人，你看着吗？所有的人全部都在说这剑圣，然后剑圣开始说我们啊，你们哎你们这些人咋咋地，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。